进堂咏，我要满口赞美，我要终日颂扬你。当我歌颂你时，我的双唇必要欢腾。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现在我们大家静默片刻，承认我们的罪过，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与主相遇。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求你垂怜。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求你垂怜，求你垂怜。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慷慨扶助你的儿女们，你赏赐了我们信德大恩，求你使我们将来也能永远分享你唯一圣子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中途大事录。从那一天起，耶路撒冷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中途以外，所有的信徒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虔诚的人共同埋葬了斯德旺，也为他大哭了一场。扫路想摧毁教会，进入每家，连男带女都拉去作奸。那些逃散的人走遍各处，宣讲天主的喜讯。腓立伯下到撒玛利亚城，向人民宣讲基督。群众都注意听腓立伯的教训，他们听到也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许多人附了邪魔，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还有许多瘫痪的人和瘸子也被治好了，因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歌颂他圣名的光荣，向他献上赞颂。请向天主说，你的功成何等可畏。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普世都要朝拜你，歌颂你，歌颂你的圣名。请来瞻仰天主的作为，他为人所做的一切令人敬畏。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他曾使海洋干涸，使人徒步走过，让我们因他而欢乐。他以大能永远统治万邦，他监察万民，使叛逆者不致猖狂。普世万民请向天主欢呼。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说，凡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犹太人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我的总不会口渴。但是
我对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凡是父交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抛弃他。因为我从天降来，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凡是他交给我的人，要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要我在末日使他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是看见子而信他的人，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呢，都知道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这是从中国西汉的著作《淮南子》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好事与坏事不是绝对不变的，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呢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呢。在今天的读经一中，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受到了迫害，除了宗徒以外，其他的门徒们信徒们都四散奔逃。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当时教会的信仰呢会传到了各个地方，非常快速的传播了。就是那些信徒们虽然他们逃走了，但是并没有抛弃他们的信仰。第一读经中点出了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腓力伯，他到了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很有意思的是呢，他行了很多的奇迹。这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四散奔逃了，但是复活的主呢是跟着他们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呢是司德望，司德望呢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致命圣人，虽然他被砸死了，但是呢因着他的死亡激励了很多人，很多的信徒更忠信，很多没有信教的人看到了他的榜样都归信了主。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有这个名言，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也写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全心的爱天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天主都会让这个爱他的人得到最终的益处。今天一大清早呢，我去给一个中年的教友去浮游，大概五十来岁，因为他的癌症呢已经扩散到了全身了，可以说奄奄一息了。他的太太呢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非常虔诚的和他一起祈祷，非常虔诚的回答阿们。他把丈夫的头呢放在他的怀中，真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基督别打。这一份夫妻间的爱与关怀充满了他的家庭。半年以前
我初次呢见到这个得癌症的教友，着实给我吓了一跳。他揭开了他的那 T 恤衫呢，一个大的魔鬼头，栩栩如生，那么很大的这个獠牙，狰狞，眼睛是圆圆的。我就奇怪，我说你怎么作为教友，怎么有一个魔鬼跟着你？说我已经很久不去教堂了，我的爱好呢就是骑着一个大摩托，和一大群朋友去压马路。所以，但是突然他得了癌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晚期的癌症，他就显出了很无奈、很气愤，又很沮丧。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呢，他拒绝办告解，他说：“为什么我要告解？为什么给了我这个病？”在今年的复活节以后呢，他主动的和教堂联系，去到他的家中，这是跟他的第二次见面呢，去跟他办了一个很好的告解。他和天主和好了，和自身和好了，和他的家人亲友和好了。今天早晨呢，他做好了离世的准备了。他在太太的怀中，有他的孩子和小狗的陪伴，时间呢仿佛凝固了，很巧的，一缕阳光照在这夫妻、小孩子和小狗的身上，真是很美的一幅画。看到他们的眼中呢，都有那种泪水。但是这不是痛苦的、焦虑的泪水，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爱的泪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就要送别了。虽然太太、孩子并没有灵喜，但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天主的临在。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台弥撒中呢，也特别的为这个家庭祈祷，为这个家庭呢而感恩。在生命的惊涛骇浪中，让我们的好天主给这个家庭最好的呵护和一个结局。也是因为这个癌症呢，使这个教友重新回到了天主的怀抱，使他的家人也意识到了天主对他们的关爱。主说，在今天的福音中说，凡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现今的生命呢是很宝贵的，但是呢只是有相对的价值，只有永生它有绝对的价值。让我们怀着信德和对天主那份爱心，进入这台弥撒圣祭，与主相遇，得到他的恩许。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酒水的掺和象征着天主取我们的人性，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求你悦纳。
上主，求你洗净我的罪污，涤除我的铅油。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垂允，使我们借着庆祝逾越奥基常向你谢恩。但愿你在我们身上不断进行的救赎工程，成为我们永远幸福的泉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扬你。你借基督使我们复生，成为光明之子，分享永生，又为信众开启了天国之门。因为他的圣死免除了我们的死亡，他的复活使我们重获生命。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得的好计，基督，我们传报你的生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我们的主保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来自上主的平安。祝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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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愿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用我们得到永生。阿们。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生死内，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们，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使这分施救恩的圣体圣事
带给我们今世生命的助佑和来世永恒的福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礼成，你们去传布福音吧。感谢天主。